是智障吗？完蛋了！我来参加这个直播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瘦子是智障。有人说笑死，还好吧？我说自己。哎，你拍到我同事了啦！你刚刚不小心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这我可以确定呗？没有，我知道。我自己。要坐很近才会在这里。同一个。那个要坐很近吗？来，我不近，坐近一点吗？来来来，坐姐姐腿上。不是姐姐。啊，不需要吗？那我已经坐了，我已经坐了。哎，喂。因为我们拍了电影，然后有一天呢，他突然晚上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就想奇怪，我老公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干嘛？因为他有个朋友叫 Eddie。真的？对。我 Line 是用。对，用 Eddie 这样子这个名字，然后就啪讲出来了。我回去改，我去改一个名字，改成医生之类的。医生哈，哎，怎么样？还是会知道？你突然白痴哦，还是你就叫 A 啦好了，就叫 A 啦。绝对想不到，我喜欢滚，对，然后就是。那你知道多尔衮吗？多尔衮，我知道多尔衮了。多尔衮啊，历史人物多。不是历史人物多尔衮，是曾经某一个综艺节目，有一个人叫只要讲到多尔衮，然后一放这个音乐，他就在地上滚。你有印象吗？你不要这样痴痴的看着我。龙兄虎弟吗？不是，是不是焦哥有扮演过多尔衮？你不要说龙兄虎弟是这紧绷，那个时候还在保尿布。你屁啦！你也没有小我多少啊。我属什么？兔啊。我属鸡。皮属兔，哎，明年你本命年哎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本命年？属牛虎，今年虎年啊，明年就是兔年啊。兔年就是本命年，他会怎样吗？你要去庙里面哦，犯太岁，人的一生会遇到几次这样的？没有看你活多久啊？哦，你怎么傻傻的？好，瘦子是智障吗？我有点吓到哎，因为不是我在想，我人的一生会遇到几次，那就看你活多久啊。哦，你是所以就是12年会一次嘛？对啊，对嘛？哦。我好像蛮确定，我24岁的时候没有做这个事情。那你24岁有没有？超忘了，哇！那时候第一桶金。真的哦。嗯。那你拿第一桶金拿来干嘛？就喝掉。拿来享乐，真的。把它尿出来。我们来聊爱拉秀好了，就是。这什么？爱拉秀就是我的一个秀。我刚刚来的时候其实有做一些你的功课。哦，没有，我这个是在那个啦，我在抠鼻屎，我没有在比中指了。属兔的。来，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对，明年他几岁？没错，明年他36岁了，好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明年是36岁？对啊，我现在是……哦，完蛋了！我来参加这个直播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瘦子是智障，他不知道自己明年36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明年36？他对我，因为我今年31。我没有，我现在34。欸，我是你35啊？你属兔的，你明年就是36。对。对啊，对，为什么你要心虚？来，你背出来。我知道了。你念。我知道，不要再说了。不行，你应该念，我要看你智障到什么程度。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几个？12个。对，所以当你出生的时候0岁，到你十二岁的时候你几岁？12。你出生的那一年是什么年？兔。那对，第12年是不是也是兔？兔年，对。不要再讲了，像我就是真正的知道，对吗？好吧，这一次看直播的人啊，你们见证了啊，瘦子是智障。